又到了一周一次的拆快递时间。你们猜猜我这次又买了什么小宠物？现在就让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吧。这是几天前我在网上买的芦丁鸡。我总的就买了三只，一只瓦灰，一只纯白，还有一只蓝脸。我打开看了一下，发现小鸡没事，就开始给它们布置新家了。我们先在里面铺入一层发酵床，这样才不会有臭味。接着放入它们以后下蛋用的窝。再放入个沉木。接着放入一小盆多肉。再放入水和食物。食碗和装水的都是赠品，就先用着一下吧。窝的旁边再来一颗草点缀一下。这样简单的造景就做好了。接着就可以放入这个世界上最小的鸡了。感觉这个鸡比鹌鹑还要小很多。我这次买的是一公两母，商家告诉我说到家最快的话十多天就会下蛋。也不知道他们多长时间会给我交租。持续更新中。